们先冲啊，我们先走啦。前面有点暗啊，然后有一些障碍物啊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、啊。我帮忙定一下了，前面有那个要等。哎、欸，旁边、欸，哇操，旁边怎么有洞啊？我操！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我也没想到。快跑哦！快跑哦！什么鬼？什么鬼？现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走哪？什么意思？走这里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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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什么？对对对对对，这边，这边。没了没了。好呗，啊，大家都不过来是怎样？旁边哪边是？有夜视镜耶，可以用。老爹只缺战旗伙伴，没事，老爹。只要你还有加会员的一天，我们都是战旗伙伴。战旗好我。没有啦，老爹。想玩随时玩，随时都可以找我，我就是那个陪玩，懂吗？我觉得有时候定一下就好了，不要一直输出，不然他们等一下就暴走给你看。就，不要关灯啦，很昏暗。哎、欸，他开 rare 的时候要定到死。他们这些逃杀作者最近的图都越盖越难，操！这张图说不定也是五星难度哦。哪里怎么走？我不知道、哦，完了，我迷路了，我死了，我走错路了。干嘛放条？干嘛放台这个车啊？我操！操！我打头阵好了。我冲第一个，我冲第一个。我先去前面触发那个机关。明天会有战旗环节吗？老爹，晚一点就有了，晚一点就有了，不用明天了，今天就给你战旗环节。你看我每次要站的时候，老爹都说啊，我今天已经站到死了。然后每次我不想要站到死的时候，老爹就过来，哎、欸，站起，站到死。看你，每次都这样，你看每次都这样，就很奇怪。老爹开心最重要，不用管死陪玩。还要拉杆子。哎、欸，来了，什么小啊？这么快哦？我们这里要定13秒呢，怎么可能？你在前面要定呢？完了。那不用玩了。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僵尸三只，人类19只。哎，这边可能要先定一下，后面要开门，在比较好定的地方要先定一下，看哪里。这个帐篷是不是可以定？还是要找？反正就是要找一个点，可以定僵尸点。怎么了？左边有洞吗？左边有洞吗？不是我们这两个僵尸啊！铁门开启，可以。旁边我就知道旁边有洞，我操你！阴啦！快！啊！完了！哎、欸、哎，枪、欸、神突袭，定一下，我要死了！拜托，帮帮我！拜托啦，我直接抛弃你。我还没死，我还能再挣扎，我还能挣扎。快点！枪神突袭，对，就这样。我抛弃你了，再见。我抛弃你了，再见，枪神突袭。拜托，帮帮我，拜托啦。来呀、啊，看怎么抓，看干。这可以拉上去啊。有没有漏洞可以钻？可以吗？可以钻过去吗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但是我过不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漏洞？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哎呦，我好像找到一个哦，好像找到一个漏洞了。可以。真天法，天法没料，我觉得可能没料吧。我不认为天法有什么用。不是走错边了，我操！完了！推一下，这要推一下，要轮流推吧，轮流推。我先存一下，换我灯，换人，哎、欸，靠背，
哦，准备推出来。被推出来了。哇靠！不是啊，你不能这样推，你这是谁？欸，作者，你不能推人类吧？我只是站得出去一点，我就被推出去嘞。这个应该射一下只推僵尸吧？为什么人类被推掉？哦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怎么会推人类啊？就那两个而已。我操！没有我就赢了，乱讲。是有我才会赢。你看，都是我在前面扛，对不对？没有我怎么会赢？我那是最后一刻死掉的。我是觉得是1500以后可以出跟万塔杰 A 配万塔杰一样的武器了，就它可以放一个东西在天上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要跳的时候就冲人长压，然后跳出去。然后跳出去之后，可以再接一个二段跳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做一下。而且也不会对僵尸造成什么不平衡的对待，因为它主要是跳起来喷走，然后可以把它设定为是一个红框或是金框的武器，对不对？就它的功能，它只是使用在它的功能。它不一定要很强，伤害不一定要高，它就是在它的功能好用。哦，真的好有头脑，这种怪枪，真的是啊，它又可以一方面维持着这个平衡，哎，真是天才啊！啊，小心一点！别跑，别跑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高歌离奇，跑不掉的，还高的。我跑掉了，我越来越接近你了。这边要顾一下，这边要顾一下，开启灯，直接电烂，开启灯，好绕干。我越来越接近你喽。没有，我现在领先喽，你怎么可能接近我？我吓吓你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现在可是第一名。不是啊，怎么到这里大家都会死啊？我觉得这边很烂欸，这边有两条路，僵尸这样就可以从另一条路冲过来，这样两条路都要有人守。来，谢丁，推一个，直接推死。哎，队友直接抛弃你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，我不需要队友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你是孤狼。没错。啊，推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子弹至少。哎，救我！被还了。子弹至少会被耗完的哦。耶！耶！哎，这次我一定要进去，让我进去。结束了 ，baby。哎，我怎么刚卡下去？对啊，我怎么刚卡在上面？我还动了一下才下去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碎，我总算是到终点了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兄弟们，不然你们会被炸死啊！快点啦，减至一二三。有了，我终于赢了。有没有考虑去韩国游戏总公司上班？没有。我之前还有去他们那边留副频，但好像被删掉了。啊，没有，他那时候 ban 我频道。我就去他那边留一星负评，然后好像那则评论不见了，哦，超可悲，居然不让人留负评，什么乐视公司啊，还不能留负评，游戏做得烂还不给留，游戏做得烂还不给负评，对啊，公司那么烂还不给留负评，居然把一个资深 C1000O 老玩家的频道。为你们无私的奉献了那么多流量的频道，给就这样编掉我的那个直播功能，你看有没有很夸张啊？干你鸟，我怎么死了？他成为职业战棋选手，职业战棋选手，麒麟王，战棋王。
也没有，老爹其实战旗也没有很强，他的分数好像也没有很高。老爹只是玩的久，他还在摸索。没有，他还在找他的左轮。老爹还在找他的。不过我相信老爹迟早有一天会拿下冠军的啊，战旗冠军。好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拜拜。滚。1:45就在休息。